这个机会站在这个平台上，跟大家一起学习，跟大家一起探讨，跟大家一同成长。感恩敬爱的魏老师给了我们无上的妙法禅僧学，利益无量的众生，利益净虚空遍法界的众生，感恩。感恩所有在场的所有的禅僧学的老师，所有的义工菩萨们，你们的辛勤付出，十方法界有目共睹，阿弥陀佛。各位参学的所有的同学们，我们所有法华派道场的所有敬爱的师兄师弟们，非常感恩这次有这么殊胜的因缘来这边学习禅僧学啊。那么这个禅僧学呢，通过这几天的开穴啊、学习静坐啊、入静啊，通过老师呢辛勤不懈的给我们的教导啊，工作呢安排的非常的紧凑，所以呢我们都到受到了莫大的益处啊。特别是我们的魏老师啊，他的讲话非常的平实，而且做事情呢非常的谨慎，讲课的逻辑思维非常的严谨，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学习的，大家说对不对啊？通过他我看到了菩萨在人间，菩萨无处不在，对不对？通过这几天的学习啊，我也啊，通过早晚自己一次的在疗法里头啊静坐入静，我发现这个法非常妙非常好哦。老师所说的好转反应在我身上也起了作用啊。我记得昨天啊，有一个老师他讲得非常风趣，他说呢他跟他夫妻他的爱人两个呢是种极端化的两种，一种呢是他的所有的反应都有啊，他爱人呢是所有反应都没有。那么我觉得这个老师讲得非常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也跟他一样，但是我没有那么他那么极端啊。老师说过好转反应呢有各种各样的啊，有左右摇摆，有前后摇摆，有旋转着摇摆，还有左右跳舞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么还有一个骑马的动作，还有一个手抖一下，还有一个脚在空中画圈圈，对不对啊？对。但是呢我告诉大家我站在80%，也就是说呢我还没有厉害到骑马，也没有厉害到画圈圈，也没有随便给人家抖一下，但是我基本上啊已经具备80%了。所以说好转反应是不是大家基本上都有啊？有啊。但是老师说过没有反应也是好转反应，是不是啊？我们不要着这个相啊，我们呢都开过穴了，我们都得到了莫大的益处，我们呢都可以接收到宇宙的能量，是不是啊？是。好，那么我来说一下我昨天晚上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啊真实的事情。昨天晚上呢我们回到疗法已经是晚上的10点多了，不知道是因为气候的原因还是因为吃饭哪里吃不对劲的原因，我的这整个小腹部呢啊全部都是胀痛的啊，非常的胀痛。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在想我应该怎么办呢啊，所以呢在疗法里面我也入静了啊。那么入静出来之后呢非常舒服，但是呢就是还有这一部分的地方还是有稍微的肿胀啊，还有稍微的肿痛。所以这个时候呢我想起了我们的这个啊，自己来给自己疗自己调
啊，所以当时呢，我把双手呢，不知道对不对哈，我怕我做不对，所以我来这边呢，啊，表达出来，大家来帮助我好不好啊？我把我的双手呢放在我这个下腹部，双手放在这个患部的地方，啊，进行入境啊，这个调，啊，调到一定的阶段呢，感觉已经不那么胀了。然后呢，我再把我的右手呢放在 C 七，啊，左手呢放在我的 C 二。老师们、师兄们、师姐们，大家不知道我这样做对不对？请大家帮帮我，教教我好吗？但是呢，不可思议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啊！通过这样不断的调整之后呢，在我临入睡的那一时刻呢，我发现这底下已经不再肿痛，也不再肿胀了。而且很不好意思的事情，是我跟我们的那个海丹老师发生了同样的很不好意思的、很尴尬的事情。大家猜猜看。对啦，所以我非常高兴的告诉海丹老师，你今天又多了一名屁友。啊，所以我从中受益，感觉我的长生学非常妙，妙不可言，妙处横生。阿弥陀佛。谢谢我们妙音法师的分享。